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七乘以十一乘以十三乘以十五乘以十九，是285285。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我们先来看它的正负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个负号，所以这是负的。再看它的那个绝对值的部分，这里哈，我们把七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五、十九抽出来，这里有个七嘛，七，啊十九，啊跟十五，抽出来，七、十九、十五抽出来，那再来呢？七、十九、十五了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十一跟什么呢？十一跟十三还没抽出来。十一的话哈，你这里有了，你把它抽出来以后的话呢，还要留个二，还有十三，十三你把它抽出来的话哈，还留个二，所以这个等于啥？等于负的哈，这个都抽出来，抽出来，抽出来，再留个二，哦，就是285285，哦，这个就这一个乘以这个乘以这个，再乘以里面的十一，再乘以里面十三，是285285。它是抽出十一以后的话，还留二嘛，乘以二，再乘以它，这个没有抽，是25，它再乘以多少？这个抽出个十三，留下二嘛，就等于这个了。好，啊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4×25=100，所以这个数字哦，后面补两个。所以负285285后面补两个零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所以呢，这一题哈，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C 啊，哦，负的285285零零。